太倒霉了，一个孩子，你说能招谁惹谁了？这是。西安一小区男子坠楼，一6岁小孩不幸被砸中身亡。男子也死掉了。3月29日晚上7点，西安城南一小区一男子坠楼，砸中一6岁的小孩。晚上9时，现场还拉着警戒线，知情人说，男子是从小区一栋楼北侧29层坠落的。这栋楼总层高是32层，北侧是小户型，多是租客。华盛报记者了解到，男子当场死亡，孩童送医抢救也抢救无效死亡。那好倒霉，你说，好好的活着啊，生命多么宝贵啊，好好的活着。